出发。哇！哇，外面太阳好晒啊！今天是 weekday 哦，会比较少人。The steepest cable climb。哈。Later。哇，会跳的嘞！搞得我很兴奋。会，他就不给我们上来，不给我们上来。如果上这一半的话，可能会被吊这半空中一下子。啊，真的是吓死！太大风的话也是会这样的。你们是冷冷的天，结果等待我的是非常非常热的太阳。你要不要去厕所？要你去吗？去搞一下。原点那个没有这样久，那个比较多一点，但是我们都不坐原点的缆车。为什么？因为驾车就可以自己上去了。还是因为死亡率太高？要从哪里动我准备？咣咣咣咣咣，咣咣咣咣咣。不用怕，因为它已经到地了，它会冲一下，因为要 balance。这个比较小心。小心哦，猴子不要抢你腿，你要趴着，不要给它拿。Ready? Go!锁那个什么感情锁啊，锁着你就跑不掉了。你看几斜啊，45度嘛，这是。这个很可爱。娇弱。